带您盘点一下各国杀猪现状。首先出场的是俄罗斯，简单粗暴，效率高，只需要一人一锤子，让你意想不到的快准狠，直接一锤子暴击老猪的猪脑壳，老猪瞬间倒地，不停地颤抖。老挝的杀猪方式相对就人性化了许多，不过设备就真的简陋，一条电线挂在一根竹竿上，猪死不死全靠补电，有点折磨二师兄。还有这个，本来还在谈人生，突然就被电了，把旁边的猪吓得瑟瑟发抖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就轮到他，搞得另外一头上串下跳，直接搞懵逼，还去蹭了一下热闹。这小哥也玩得心急，也给他来两下，然后就叫了声疼。看他这电量确实不够了，搞得老猪在那直瞪着，我实在没忍住笑了。乌克兰也是和战斗民族一样，毕竟曾经他们也是一家子，比猪头还大的锤子，一锤子下去，猪脑肯定是吃不了了。画面一转，这是德国的，给我们展示的设备就先进多了，然后对着老猪的后背就是一叉，瞬间倒地，叫都来不及叫，直接躺平饮恨。对比一下老挝的，这就专业多了，干脆利落，一秒完事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好了，视频最后，大家觉得那种杀猪方式直接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